冲的，亲自包的。谢了，在这干活还真有点油水。这包子不白吃吧？那是。哎，冯哥哥，能不能让我那两个兄弟小桂子和二虎出来吃顿饭，晒晒太阳，这样伤也好得快点。这些可是违反规矩的，不认为这俩包子就是我的差事。走走走。那是那是。表哥，你是小梅？对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，可是见了家乡的人了啊！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叫表姑啊！爸爸叫过了。哎，王志啊，准备饭菜，招待小梅。好。哎，等等，你带着荷花去院子里玩吧。走，爸爸，跟妈妈走啊。你就是苏建梅同志，对，你是郑年之同志，是，谢谢你，谢我，要不是你给杜政委送的情报，我还背着特务嫌疑呢，这是应该的。哦，对了，咱们里屋谈吧，我有重要情况。好，好，请。嗯，这油水确实大。猪肉大葱的，李峰，下次来啊，别带包子，给俺们带两把刀子，你自个儿再带上枪。做啥子？在这儿待着太玄乎，俺们得想个辙逃出去啊！嗯，对不对？呀，你妈一点的！什么？鬼子明天就要杀马大娘？得想个办法，把他老人家救出来。办法我已经想过了，我是法建股股长，今天晚上呢，我就亲自出面，假装提审，然后呢，把马大娘直接送出来。那你不就暴露了吗？暴露就暴露，大娘的命要紧呢。不行，杜政委说过，你是我们在枣林县最重要的依靠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你绝不能暴露。可不能眼看着马大娘被砍头吧？我们能不能先把马英和王二虎他们救出来，然后我们强行劫狱救出马大娘。就算加上他们，咱们人手还是不够，强攻肯定不行。再说现在也不是营救马英的最佳时机。马英他们马上就要送到训练所了，那儿把周备要送，想要逃出去应该不是难事。那有没有可能，你不出面，让别的同志伪装成警察，假装提审救出马大娘？理论上有这个可能，但是很冒险。说说看。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。呀，第一啊，马大娘是要犯，按规定的，必须要有一个日本宪兵和警察同时出面，警卫才能放行。第二，今天晚上是黄警长值班，要提审，必须要有黄警长签名的提审证。黄警长能利用吗？不能，这小子是个铁杆的汉奸。不过提审证，我来想办法。我可以模仿黄警长的签名，宪兵和警察的制服啊，我也可以解决。这问题是，我手下没有人来扮演这两个人呢。这两个同志
必须要胆大心细，一旦被警卫发现，不仅救不了大娘，这两个同志也会变成自投罗网。人手我倒有一个现成的，伪装成警察应该没有问题。至于那个日本宪兵，我倒想起一个人。在这儿啊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看看我，看着我，我是谁？啊，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看你个嘴样，就你和子芳那点破事儿，我早就知道了。猜你没准躲在这儿，你还真在。姐，我铁背摇摆顺。我知道了。现在我有个急事要问你。姐，刘正正他把我……我都看见了。刘正正全心把你拉走，我就知道他会把你放了。进财，我有个问题要问你，你必须认真回答。还愿意离开吗？当然想。我苏建才背负着一身国仇家恨，欲报无门。好，建才，咱们家现在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就只剩我们两个了。我当初那么顾你爹反对，跟着英子哥他们参加游击队打鬼子，其实都是受了你的影响，听了你的话。可是现在你姐我已经是八路军肖家区游击队的政委了。政委？嗯。建才，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去参加八路军打鬼子？我什么呀？别磨磨唧唧的，愿不愿意快说。不说就是愿意了，我有急事让你帮忙，走。姐，我先给子芳说一声。说什么呀？人命关天，快走。姐，我先给子芳写个便条吧。同志们，同志们，今天晚上呀，我们要去执行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。非常危险的任务？什么任务啊？潜入警察局，救出马英的母亲。明天一大早，敌人就要杀害马大娘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他老人家给救出来。具体的行动方案是这样的：黄梦，啊，你呀，负责化妆成伪警察，你
我是日本的民警，潜入警察局，救出马大娘。我化妆进柴啊？是吧？进柴，你呀，负责化妆成日本宪兵，跟老孟一起进去。我和云秀负责接应。 我记得你在天津学过几句日本话，你还会说。说几句我听听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挺像的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早上好。还会别的吗？八嘎，我知道，混蛋。好，就这样就够，俊凡，没问题。 姐啊，你没病吧？点眉啊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啊，不太成。不成也得成，现在时间紧迫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坐下。 你们两个呀，不用那么害怕。其实，我们的行动的路线、说辞还有地点，地下党的同志们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。你们两个只要放开胆子，照着去做就行了。燕梅啊，我不是害怕，我是有点担心。哎呀，主要是心里头没得底。说实话，我心里也没有底。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不去，马大娘就没命了。今天晚上，无论如何，就算硬着头皮，我们也得上。不要是个男的，我早不上。俺也去。哎呀，哎呀，哦，你去。成。成啊！当然成。你们俩。 线路呢？瞎子是当员心里有数，我知道。放心吧，姐，还有我在呢。太君，腰板挺直了。你现在是日本宪兵，那些警察都怕你。你的脸上表情一定要保持凶狠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随便说话，知道吗？ 心里面一直默念马大娘，碰到危险自然就会解决。别猜，你可千万别忘了。
到了交接地点之后，把马丁交给我。我知道了。梅秀假扮成夫妻，林业出城，建立村长大爷家。瞧你这婆婆妈妈的。 太太好，宣兵各地要提示马老太太，打扮也提着马老太太，黄队长没交代啊。这个黄警长的签字了吗？你不认识啊？慢点，老大，出来吧，快点啊！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君，空包吗？哦，还有，干点吗？都空了，你空吗？八嘎，嗯，站住！
交给我，你俩赶快出城。来，不用，我自己能走。不行，你得听我的。来。和一个假皇军带着马老太太向那边跑了。郑部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霍金章徒弟把马一娘放走了，朝我开枪，我打死了他。马爷他娘啊，人呢？前面就是建里村了。是这么高兴啊？啊，没事没事。您找我？啊，你去把那个常云贵，对，常云贵给我带来。是。
方老大，你带俺干啥去？我还想知道了。方老大，昨儿半宿这啪啪的枪声，咋回事啊？上头传下话来，说关在西院的马老太太想越狱逃跑，被郑部长当场击毙了。快走啊！还认识我吗？咋能不认识呢？认识，郑股长吗？一枪击毙俺娘的人，俺娘锤子！开枪啊！开枪！把俺击毙了，要不俺就锤死你！我告诉你，你娘没死，被我救出去了。胡说！是你击毙俺娘的老冯说的。这都是鬼子胡编的瞎话。这马上来着，这虎子！我代表走人家地下党，命令你，不许乱动。全到了吗？有一个叫狗子的拉地基站不起来，留在牢里了。啊，带着去。是，走。你们已经顺利通过了皇军的甄别，现在要把你们送到训练所，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。是我给您炖的鸡汤，您好好养养身子，等有机会我就把您送出城去。哎，您看着我干嘛呀？又不是不认识我。哎，人这一辈子就像那大风里的鸡毛，上下左右没个准谱。您这又是想起什么了？你们苏家跟俺马家是世仇，苏金荣当年还亲手杀了英子他爹，打那时候起我就恨不得把你们苏家全杀光，没想到救了俺这条老命的却是苏金荣的侄女还有他的二小子。俺家英子居然还想想啥呀？没啥，成，苏家和马家这笔债打从今儿起抹了。不过英子那小子如果还想那事儿，苍蝇围着鸡蛋转没门儿。
啥事儿？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俺尝着鸡汤，喝鸡汤。俺的鞋，八哥，哎呦，哎呦呦呦，砸着俺脚了，哎呦，哎呦，是，哎呦，看什么看？起来，这些孙子。下岗，从前呢和马爷是战友。大娘，这一天在刑堂上，我没少骂您，头天还踹了您脚，我给您赔罪了。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踹得好，踹得好啊！要不是你那脚，我跟英子就被鬼子一勺烩了。坐，大娘坐。大娘，要说呀，还是您的反应快了。要不是你那句话点醒了老太太。俺可反应不过来，那天你在刑堂上骂俺，那也是应该的，那不是给小鬼子演戏吗？是，大娘，我这嘴里虽然骂着你，但是我看着你被鬼子折磨，我这眼泪呀、是往肚子里流啊。那没啥，老骨头了，筋躁。那天我不是也没少骂你吗？应该骂，应该骂呀！我是汉奸啊。小正子，你是啥时候认识俺家英子的？我俩同年呢，在八路军里就在一个营里，他是一排长，我是副营长。后来呢，在组织上安排我当地下岗，也穿上这身狗皮。哦，对了，那天他被抓进来的时候，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，他被拴在马车后面，没看见我。多亏了你这身狗皮。可不。要不俺们娘俩早就见阎王爷去了。呀，这是哪个王八羔子给你打的？要紧不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这是常有的事儿。这身狗皮啊，不好穿呐。哎，大娘，您先吃饭，我跟建梅啊商量一下英子的事儿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想尽办法把他给救出来。俺一点儿都不担心。俺跟老太太都让你们给鼓捣出来了，何况英子又是个大小子，俺不担心。你们商量你们的，俺喝鸡汤，喝鸡汤。怎么样？马英跟王二虎进了训练所。那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先问一问。训练所呀，是允许家属探望的。初期训练结束以后呢，看守会松一些。我想办法让马英出来采购，我们用这个机会跟他直接会面。好，哎，你们商量，你们商量，啊，喝鸡汤，喝鸡汤。训练所的吴所长跟我很熟，这几天呢，我在跟他拉拉关系，问问情况，寻找营救马英他们的最佳时机。
你过来了。队长，俺不认识你。有啥呢？咱瞎叫呢。现在大哥叫常云贵，住在大东庄，小名叫小鬼子。小鬼子，小鬼子，这名有点。俺叫大鬼子，大鬼子，老孟瞎起的，俺听着也别扭。以后咱俩就叫常大哥。常大哥，哎，咋被抓的？小家镇上，俺不是跑丢了吗？晚上就遇到赵张兵了。几枪呢？俺埋玉米地了。好，好，开猛。嗯。哟西，好的很，味道不错，相当的好。哎，这下好。等俺们这回出去了，算是受过正规训练的。狗日的，老子早晚锤死他俩！咱啥时候跑啊？跑之前先锤死他俩。给你俩说个事儿啊，打今儿开始，俺们不用再冷静了。俺们要装怂。啥？装怂？装怂？不会啊。为啥呀？有内奸。是谁呀？不知道。给你俩说个事儿，听好了。训练俺们，俺估计是要俺们当二鬼子。当二鬼子就得有枪啊。枪？瞪啥眼睛啊？装怂。听好了，枪没到手之前，你们俩谁都不许闹事儿。谁闹事儿，俺就锤死谁，听见没有？成。等枪到手了，俺们再合计咋跑啊。还有，这一仗打的兄弟都没了，你们俩看看有靠得住的拉上几个，这出去没人咋打太君啊。大哥，俺看他就可靠。谁呀？周大柱。哎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到了，到了，兄弟，啊，屋里坐。哎，不了，过来，太晚了。我说，你媳妇儿啊，还等你上炕呢。啊，哎，上炕的事耽误不了。你看，都到了家门口了，能不进屋吗？走。我傻。张嫂，哎，武藏太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不够朋友的吗？喝酒的不叫我的啊？怎么回事？啊？
小鬼子儿开猖狂，一撩脚就想起咱家乡，乡亲们呐、啊，抄起家伙上战场。这是咱们的牛和羊，这是咱们的牛和羊，这是咱们的房上粮，这是咱们的房上粮。小鬼子儿太嚣张，一撩脚就想侵占俺村庄，乡亲们呐、啊，乡亲们呐、啊，奋勇杀敌上战场。小家镇马家庄。乡啊乡亲们呐、啊、乡亲们呐、啊、抄起家伙上战场。乡亲们呐、啊，乡亲们呐、啊，抄起家伙上战场。这是咱们的一片天啊，这是咱们的一片天，这是咱们的大平原啊，这是咱们的大平原。小鬼子儿啊，太猖狂，一撩脚就想侵占俺家乡，乡亲们呐、啊，乡。抄起家伙上战场，这是咱们的牛和羊，这是咱们的牛和羊，这是咱们的房上粮啊，这是咱们的房上粮。小鬼子儿啊太嚣张，一撩脚就想侵占俺村庄，想